场儿童清明连假期间，有许多餐厅推出优惠，还让小朋友边吃边玩。像是寿司店新推出新干线儿童餐，饭店的 buffet 也有着色游戏，让小朋友玩得开心。叮叮叮，蓝色新干线列车进站，新鲜直送一整车的儿童餐，网罗了玉米、玉子烧、寿司，都是小朋友的爱，特别童心未泯，还特别应景。在寿司店过儿童节跟连假也能很好玩，吃完车车儿童餐还能玩玉子烧跷跷板。端悠端悠加长版的玉子烧，还有炸虾、炸猪排都受到小孩喜爱。如果四月七号以前消费满千，还能抽乐园门票，连假吃到饱，再玩到饱。甜点最喜欢布丁吗？那你今天总共吃几盘？有没有十盘？有。每个人桌面上都有一盘鲜美的松叶蟹脚，颜色缤纷讨喜的烧麦也是大人小孩都爱。镜头转到川菜吃到饱餐厅，好多人带着小朋友同行。原来业者推廉价优惠，十二岁以下的小孩用餐统统免费。满满当令澎湃海鲜，更诱人的还有蛋糕、冰淇淋、棒棒糖，根本就是小孩的天堂。但只见小朋友们埋头作画，原来这间饭店 buffet 未满十二岁以下孩童着色完就能免费用餐，再让你免费把二十种糖果装到满，廉价吃餐厅享受优惠，也能享受亲子时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